老秦口中长在七对笑点的男人，看看是怎样把老秦逼疯的。二位说的不错，站在桌子外面这是谁呢？谁呀？我搭档。哦，孙九香。站在桌子里面那个呢，是他的搭档，叫张九。你们乐啥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二哥是长得就特别可乐吗？乐你呢，乐你呢，你接着说，没事。啊。你在桌子里面使什么相啊你？咋了？没事，什么事，什么事没有？你说你乐，快。桌子里面这是谁的？这是他的搭档，叫张九泰。二哥，你干嘛呀？二哥，我什么也没干。我能干什么？就一个桌子，你说。你捧个哏那么扭捏干嘛？哎呦我天哪！这张九泰平常都怎么跟你合作的？我微笑面对观众呢，不得微笑吗？刘晓婷就长在我们七队整个人后台这种笑点的男人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也差不多得了啊！谢谢。二位先去休息休息，给我们换上来了，应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别乐啦！二哥，你出来！没，你让我享受一下这个短暂的时光。死我了，啊！得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有自己的名字，叫什么名字呢？叫秦霄贤呀，像是一个小学生了。谢谢您，谢谢。秦霄贤，秦霄贤。二哥，收一收哈，是的，听着啊，好。二哥真的长在我的笑点上。哎呀，介绍介绍旁边这位。哎，不用。哎，我弟弟。他们老说我在台上笑场，你说遇到他能不笑场吗？哎呀，我今天的搭档。快介绍一下！快点啊！经理，我想补个票。我的搭档这是谁呢？谁呀？这是我大侄儿，这是我。这是我大侄儿，叫什么名字？刘晓婷。一下自己的情绪啊，我们这不是翻场啊，我们这好好说相声。对对对，好好说，给大家带来笑料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我领了个包袱上来的，我领。要不咱们别跟自己搭档干了吧，我觉得咱俩挺好的。演出多省事儿啊！对于我来说，我捧你，我给你捧的严丝合缝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嗯，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，好好说相声。
你们那边轻点儿乐。咋二哥咋了？感冒了。二哥心情。小嘀咕什么呢？别乐了。我觉得二哥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舞台风格。啊！你现在跟二哈似的，你都唱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乐都乐了20分钟了，现在还演不演了？演，是不是？演出啊，演出演出，走去。快点，你是一个逗哏，你说话。说话。我们也想说话。怎么了我？我作为一个演员，给自己玻尿酸都乐歪了，你这谁受了？哥，演出演出，很开心啊，开心。确实跟二哥呢，很少一块演出。对，我也得适应适应。我觉得一般人也把持不了，他现在挺好的。二哥来说的，二哥也是舞台经验比较多。没有。经验比较多，很少跟二哥合作，这属于什么呢？这其实属于我们之前在哈尔滨合作过一阵儿啊。对，妈他不说话呀，我还在这等呢。我们两个在哈尔滨合作过一阵儿，自己搭档的都不在，然后我们合作了两个礼拜，半个月呀。哎呀，合作两个礼拜呢，也确实那会儿二哥刚找到自己舞台风格，现在来说呢。这个舞台风格用的也是游刃有余的，现在没有，确实挺好的。二哥正经来说，人家是个逗哏，干嘛正经来说？正经来说，人家是个逗哏。我们两个其实这么突然一合作呀，还有点不适应，因为不知道对方要说什么。对，其实你在台下应该对对词儿。是，二哥也跟我说了，你踏住了，台上就瞧我了，我现在还瞧他了，我真是瞧你了。好家伙，头一回开场了，也不用什么开门包袱，二哥往这一站就是包袱，挺好的，两个人合作，也挺开心，那是，也希望我们这一场会变成一场高能场啊，来，是不是？看我了。就是这个表情，挺好啊。